欠债还不起，心脏病男堕楼死。27岁姓洪的他留低遗书同屋企人道歉，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昨日凌晨两点几，怀疑受患病同埋欠债双重打击的他，在港铁红磡站停车场高层堕下，瞓在停车场对开，成身都是血，被港铁维修人员发现，初步相信他是跨过围栏跳咗落嚟，死因冇可疑。